变风向，敢整就来变。大家好，我是宋少卿，我是阿乐。哇，今天又感谢阿乐这个音乐班出身的，为我们来带来一个厉害的，而且今天特别厉害，还有合唱团哎。合唱团没有一个人在唱歌词啊，全部会，没有人会嘛，就全部都自己以为自己是阿卡贝拉，对不对？对，要声音，对呀、啊，只有最后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哆啦 A 梦。连我也会啊，那什么了不起？可是，一看听到这个这么可爱的一首歌，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或许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哎呦，就是哆啦 A 梦有关的吗？当然，就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真的带给许多人，不只是日本人，包括了华人世界，甚至于欧美世界都有这个播放过。对，我小时候都是看着他吃晚餐的。哦，是吗？对，配着他吃饭。哇塞，那你们都看那么小的，我们小时候看的比较大。嗯，无敌铁金刚啊。哦，在、哎、更之前一点。对对对。不过呢，卡通的确带给所有的人一些回忆，以及当时儿童时候的儿时的记忆啊、哦。没错。在这里面，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哆啦 A 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静香，静香，你们女生就只想到静香。小福，我来喽。你也知道？对，开玩笑。大熊，大熊主角。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因为哆啦 A 梦跟大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微妙。你是指哪一方面的？对，他们的信任，彼此信任的关系很微妙。对，我也这样觉得。信任关系。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是哆啦 A 梦到底是大雄的益友还是损友？哇，这个真的很难呢。真的吗？对。为什么？你觉得呢？我小时候觉得是益友啊，因为我要什么，他就可以帮助我做到最好。但是现在想想，好像不是这样子哦。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好像就让我有点堕落了，不想努力了。阿姨，我不想努力了。所以就觉得说，可以靠着哆啦 A 梦就可以完成自己所有的梦想。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题目就是这个，没有别的，就是哆啦 A 梦是。大雄的益友还是损友？没错，而且呢，今天特别厉害哦、我们只要这个有双十一奖金争夺赛，来，我帮你拿，因为手上还有一个价值不菲的小提琴在手上。那我先交出去给他们好了。来，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夸张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现场 YouTube 还有我们的脸书，只要你按赞、分享、留言，那留言留就是我想问正方或反方什么问题，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奖金5000块，是各5000块哦。好、各5000块啊！对，各5000。就是 YouTube 我们也抽出一位，没错。然后脸书也抽出一位，对。所以呢，如果你运气好，你总共可以获得10000元。我运气太好了，就两边我都留言，然后两边我都抽到。对，没错。所以大家不就除了我们的脸书之外，一定要到我们的 YT 去留言，然后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好 ，Keyword 是我想问，是的啊，比方说正方、益友方或者损友方。我想问什么问题？我想问，有问题我们才会进入我们的环节，让抽出。是的，那我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奖金要怎么领取。好的，这个要到公司领奖，我们的公司领奖。因为可能要签一些所谓的你个人的资料等等的。是的，所以呢，等一下就是看一下抽到的这位朋友，你是不是有住在我们的双北？哦，比较近，可以拿，比较近一点啦。远一点，我觉得也值得啊。也可以跑上来，因为你做统联做核心，然后来也就来回也就800块左右。是的。对啊，而且还不到800吧？对啊，对，就可以领走。我们两边如果都中你的话，就10000块。讲这个10000块，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两队，他们来是争夺我们的奖金挑战赛。他们现场赢的人，平常我们看节目的时候，各位他们真的也就是来辩论，走了也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然后也没有拿好礼，什么也没有拿。但是今天他们可以拿到10000块钱的奖金。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让所有的观众朋友知道一下，我们两天前我们在公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目前的这个益方益友方跟损友方他们现在比例是多少。好，那觉得哆啦 A 梦是益友的有64%，那觉得哆啦 A 梦是损友的36%。我们今天怎么分胜负呢？就是看哪一边的加比较多，就谁比方64%到最后他成长了4%。
对不对？就是他赢了，谁成长谁减少。哦，所以不是看最后的百分比啦，对对对，你是看那个中间的差距。那感觉这样正方好像比较亏一点哈，比较亏一点啊，因为64，我觉得大概是一个紧绷的状态了。没错，不太可能有人再认为说他是益友，但说不定他们真的很厉害哦。就是把观众已经说到说真的是益友，对，而且听说他们都是专家。是吗？对，那就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正方，也就是益友方。然后首先让我们欢迎达尔，大家好，达尔。再来欢迎小李 ，Hello， 大家好。再来欢迎我们表妹，啊，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反方第一位关宏文 ，Hello。接下来左丹奴 ，Hi。接下来是 Every， 大家晚安。我想先说的是，反方今天会不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这个毕竟跟你们平常在学校的学习跟你们平常真正打辩论赛的时候的题目真的有差异，非常紧张。学长刚才说他胃痛，真的胃痛完全是这个奖金争夺战带来的压力，平常都不是这样子的，对，很可怕。平常老神在在，说哦没在怕，今天坐在那边，胃好痛，对，是哦。然后左丹奴也很害怕，可是他们今天顿手真的很厉害，大有来头。对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正方的队友。好，那像其实小李是真的很厉害，他制作了多部哆啦 A 梦冷知识影片。还好，冷知识，热知识就算了，还介绍冷知识啊，那种超级偏门的。所以等一下，如果他们答不出来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危险呐、啊，危。那我想请问一下，哆啦 A 梦它的最早的那个卡通的主唱人是？啊，主唱人对，哦，就是在那个日本的那个，但我没记名字，啊、马上出错，台湾是范晓萱，不好意思哦，台湾是范晓萱吗？台湾是范晓萱，范晓萱那时候应该还没出道吧？我们的题目是问日本，对，我们的题目，等一下，但是左丹奴，真正当年你们小时候看的时候，那时候范晓萱还没出道哦，有啦。你们小时候对、啊、有啦，才稳立场，才稳立场，对啊，有啦，好像叫做日本，好像叫大川久美子，哦，这就算是有印象，因为他唱的时候，正好是我在看《阿哆啦 A 梦》的时候，哦，对，特别去记下名字，真正的冷知识王、啊，对，真正的知识王。那你们今天三个，因为我们平常节目里面都是找艺人朋友是来现场，然后来跟我们的这个高材生来辩论，对，今天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哦，订阅率超高的网红们，今天怎么会想要来我们节目里面来？哎，之前就是有在看闹边风向，就是学生们固定班底的表现。我听你在，我觉得，我抽奖都没中，没有，没有抽奖，没有抽奖。订阅，开启小铃铛嘛。OK， 好，好了，最主要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辩论的方式啊，嗯，仿佛就好像是大声就赢了，我看不下去，我觉得这不是辩论吧？辩论什么时候沦为吵架了？你看错队伍，你应该看到赵哥那一场，有可能，或是罗丽塔那一场，对。好，真正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你们好像有新的表演还是节目？我们自己有一个频道，我跟表妹有个频道叫一言不合，然后也是在做辩论的，所以我们也是辩论频道。是的，太好了，是，所以是辩论频道的踢馆赛。哦，太好的，那小李你为什么来？就是来体验一下胃痛的感觉啊！我是说让对方体验。对，没有。我想请问一下冷知识，我现在心里面真的，我刚只是故意这样问，因为我脑子里面真的只有这个答案，其他的我对哆啦 A 梦真的不熟，所以小李可不可以告，就是现场告诉我们现在一个冷知识。一个冷知识啊，我们都不能知道的。好，一个不能知道的。首先呢，这个哆啦 A 梦的脚啊，它一直都是悬空的。哦，这个我知道。它是离地三公分。好，那再跟你分享一个。离地三公分，连着都知道。磁浮列车。对，磁浮列车。对，因为它是猫型机器人嘛，所以走路是不会有声音的，所以它的其实浮在空中，而且它的脚大家看到永远都是白色的，对，因为它根本没有踩到地板。哦。对。没脏过。真的呢。对。没想过。哆啦 A 梦可以在水上走路吗？但它应该也是会沉下去。哦，对，不是因为猫不是会怕水吗？对，设计的很人性化设计。对，拟真。嗯，可以。好，但是我们今天辩论方法也有一点不太一样。哦。看怎么样，我待会我再来跟大家说。好。首先，准备开始，请我们正方的申论，请准备。正方申论，请上台。是我们小李。
小李，就是小李。哇，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三分钟申论，请开始。好，打起精神啦。其实在这个哆啦 A 梦的故事当中啊，每当大雄遇到寂寞或者是失落的时候，都是有哆啦 A 梦陪在大雄的身边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大雄的未来原本应该是这样发展的，他的未来本来是要跟胖虎的妹妹结婚，然后开了一间公司，感觉听起来不错哦。但是后来公司失火了，恶性倒闭，然后欠了一屁股债。但是在哆啦 A 梦出现以后，他的未来彻底改变了。他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目标，也就是跟静香结婚。我就问在场的各位，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助你成长，并且完成你人生中最大的目标，这算是益友还是损友呢？我今天啊，我猜想对方变友呢，可能会抓着一点，就是大家最常提到的，哆啦 A 梦给大雄很多道具，太宠爱大雄了，这一点来做文章。当然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准备的资料不够多哦。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们准备了两个礼拜的资料，我准备了10年啊。同一件事，你这样看起来角度就不一样，宽度也就不一样了。来，我们看到啊，在一生一次的100分这集当中哦，大雄不会写作业，哆啦 A 梦就给他了一支电脑铅笔。这支笔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握着那支笔，答案就会噼里啪啦的写出来了。这时大雄啊，这个利益熏心了，他就想说，我明天就带着这支笔去参加考试。这时候哆啦 A 梦哦，非常严厉的告诉大雄，你这样的行为跟作弊有什么差别呢？这时候啊，大雄心中就产生了什么呢？他产生了疑惑，他就觉得我这样做真的是错的吗？他产生了欲望，因为大雄的爸爸也比大柱啊，答应大雄说，如果你考100分，我就带你出去环游世界。接下来大雄心中当然会产生挣扎嘛。最后大雄的心中发生了成长，在第二天的考试里面，大雄没有用那支笔来做考试，顺利的考下了0分。不过呢，他非常诚实的面对了自己课业成绩上的不足。我就问在场的各位，有人敢大声的说？卡住，太激动。我就问大家啊，有人敢大声的说，成绩比诚实还来得重要吗？我觉得啊，这部作品它的好看之处就在于，像我们这种平凡人啊，遇到困境的时候，都会希望身边有一个像哆啦 A 梦一样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拿出道具解决我们当时的困境。但这部作品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即便今天你的身边有一个像哆啦 A 梦一样的朋友，像是开外挂的朋友在你身边，但今天你遇到人生中的问题、选择、抉择的时候，能面对的、能选择的，永远都只有你自己。我这边承认啊，大雄的确是有一些缺点，他很偷懒，他很胆小，但大家要记住，大雄啊，他不过是一位小学5年级的学生而已哦。我问各位，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能有多伟大呢？最重要的就是大雄借由哆啦 A 梦的陪伴，让哆啦 A 梦慢慢的挖掘大雄心中善良的一面，并且告诉大雄，他身上是有这个非常珍贵的特质的。我最后就问大家。今天，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陪伴着你成长，并且告诉你你人生中有这样的珍贵的特质的时候，他是你的益友还是损友呢？谢谢大家。完美，无懈可击。好，哦，他真的指出来，还说在哪一集里面、啊、哪一个笔这样子的发明，直接把这些就是范例直接拿出来讲，对呀、啊，专家的精准度。所以我们的网友里面胡继伟就讲了，说如果发明了这种笔的话呢，那为什么老师还要出作业呢？哦，对耶，对，那跟直接抄答案有什么不同？我考试的时候，当然我要诚实面对，我去学校考试、嗯，可是回家写答案的时候。哎，可是我回家写答案，我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我用这支笔说，原来答案是这样子吗？这样子有可能就是从中会写的，对对对，会写的就用自己用笔写嘛。所以是看你要怎么去使用它。那可是当然讲作弊这点也有可能了。对啊。那干嘛？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发明这些道具呢？就不要发明就好了。很奇怪，不理解，没有，我真的很不理解。小时候我们看《无敌铁金刚》，有没有？你会知道要对抗坏人。对。我们看到《科学小飞侠》的时候，要对抗坏人，破坏这个世界和平的。哎，小甜甜啊，他的这个还有小樱的故事等等等等。但是哆啦 A 梦，柯南怎么样推理？是。但是哆啦 A 梦，你发明那些东西，那干嘛呢？那就不要啊，因为又不可能达成。要不然你现在给我一个任意门。哦，好有卖，但是我今天也不是说这样子，我在帮助反方，觉得他是损友，不是，因为
现在接下来不是马上由反方来所谓的马上质询，对，而是先让反方也开始申论。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待会观众的比例，反方的申论是左丹奴，哎呦，请开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左丹奴，我今天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立场来跟大家谈这件事情。我们严肃一点哈，我们今天不走以往。好，首先刚说准备了10年，感觉看似丰富，其实他只讲了几些东西而已。首先他认为遇到的是寂寞陪伴的时候，哦，完成他生活当中改变他最伟大的，变成跟静香结婚，诸如此类。在开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件事情，到底益友跟损友是什么？益友跟损友最大的差别在于，损友是会让你在成长的在过程当中，他没有帮助到你成长，不进则退，或者让你退步。第二个益友是什么？是带着你一起成长往前进。好，就是益友跟损友。那很多人在反方一在正方一直提出的陪伴这件事情，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陪伴只是好友，好友同时也可以是益友，也可以是损友。所以正方的立场一直都纠结的，其实应该是好友，但并没有提到益友跟损友，应该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大雄这些年哈，这前后也播了大概30年左右了啦。好，首先第一件事情。站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立场来说，我们常常会发现大雄在写考卷的时候会把大不是写成犬就是太多一点或少一点嘛，或者是左右写颠倒嘛，对不对？所以专业一点来说，他的镜像写字仿佛就像是一个特殊生一样。这时候呢，我们要给他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要教他，要带着他，告诉他方法，以及陪伴他一起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来我给你一支笔，让你先抄应付老师写作业。那你无形当中是不是其实在欺骗老师呢？因为你根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写完呐、啊。你觉得这样子有比较好，有真的有做到诚实这件事情吗？我打一个问号，让观众朋友自己想一下。更重要的事情一件事，我们常常在说要教给孩子。与其给孩子鱼，不如教他如何捕鱼，甚至说，与其告诉他如何捕鱼，不如让他知道为什么要捕鱼。可是你有想过，哆啦 A 梦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做的事情是一直给你鱼吃，一直给你鱼吃，一直给你鱼吃，道具不停的出现。这时候你不停的出现，然后你让他说，哦，我要诚实，我要诚实。试问，诚实不是一个身为小学生应该五年级就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吗？怎么会他本来不诚实，后来诚实了？你跟他说，哇，你好棒。这不合理嘛，这是你应尽的改变。好，再来，我们都说小叮当给大雄一直给他道具，给他道具很多道具，对不对？对，给一次两次三次十次我都可以接受，但因为我考虑他是特殊生，但今天他给到来，大家看一个板子哦，我们做了一个板子，是日本网民调查的结果。观众朋友，我念给你听，他借了借把宝一共借了1178次，未经同意使用把宝有347次，甚至看到胖虎的裸体12次，我不懂他为什么要看胖虎的裸体，然后看到静香的裸体627次，然后我真的不懂胖虎有什么好看的其实。然后卖掉父母的房子，从妈偷钱，破坏家庭，他这一些都在破坏。所以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说你一直在做坏事，你还要给他道具，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是不是不合理？你一直在给他剥夺他学习的机会，这是益友还是损友？损友啊！我堆心瓜，我堆心瓜，老师堆心瓜，连哭都哭了啦！教育工作者的心对啊。如果家长，如果你的学生，你的儿子这样子有朋友，你可以接受吗？不行，不能接受。你还说他是益友？的确哦，这个他们反方今天还好有一位特殊教育的这个老师，对，难怪让他申论。所以大家都没有来定义一件事情，大雄是不是需要被教育的特殊生？哦，对啊，说不定大雄是一个假设了，我随便假设，因为我不太了解，他说不定他是自闭或亚斯伯格，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对，他应该用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去教育他。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有网友在刚刚问了，就是他想要问，好，我现在多比，刚刚多比有在问说，如果这个哆啦 A 梦如此这样子的帮助大雄，是不是也是要为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没有耳朵，他也很有用？吴多比，对对对，这个等下可以来好好的问他们一下。对，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而已。对，郑学龙在问，哇塞。哎，等一下，郑学龙，还问很多。欺负木聪有扮演过啊？有的，真人版的哆啦 A 梦大雄啊。哦，大雄小时候有问题都有哆啦 A 梦的道具来度过难关，以致大雄在30岁刮胡欺负木聪扮演的时候，也不会到了30岁还不会开车没驾照，是不是过度依赖？哦，好的，好，我刚刚讲说今天的辩论不一样，对不对？是，到底哪里不一样？
双方申论都申论完了，对，现在我们要请双方抽签，抽出对方谁来质询我，我们你对方来抽出谁来答辩。哇，来，好，来，我知道，我知道。那我们先来收集他们的名牌，收集他们的名牌，来来来来。你们可以折成各种你们想要被拿到的那种形状，可以折版权问题。对对，版权版权。我这边收反方的，谢谢。他们很认真折哎，他们在折各种形状。哦，哎，还折各种形状啊！哇，他这样给你们看哦，观潮文的长这样，有种考上观潮文啊！观潮文，观潮文，观潮文，圈圈的，我就圈圈，圈圈的，故意的。好，观潮文是圈圈，哎呦，然后左丹总是压圈圈哦，然后 Harry 是折烂他，花招很多，对，我们来互相看你们，他就是故意像看你们想点谁出来，对，花招很多，我们都是能不要被抽到最好，双方先抽出，不聊天的，对，好，马上抽出正方质询，所以接下来是由我们的反方来质询正方嘛，哎，正方质询反方，正方质询，我们要先质询对方，先质询他们，好，来，那我们这里先抽吗？好，加油加油加油，看他们谁来质询，不要，抽我了，抽我。是什么话？妹妹，要来咨询。好的，我们这边是可以 support 的嘛，对不对？其他人可以 support。不行，不行哦，不行。今天大家不一样。今天平常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队友尽量 support 你的队友，是。但是今天就是硬碰硬，一对一，单打独斗，奖金一万块，谁还要 support 的？啊，来，哎，表妹抽了，对不对？你决定一下，你想要谁？刚刚揉成圈圈的是关宏文，有一个字，然后随便丢进去的是左丹奴，然后揉的烂烂的，揉的烂烂的是 Ari， 对，好了，看你想摸谁，哎哎哎呦，挑人，哎呦哎呦，好的，好，恭喜，哎呀，关宏文，哇，好的，可以啊，那我们要请正方，就是表妹要来质询关宏文。来，好，表妹请就位。我们反方的答辩，关宏文也请就位。好，好。我帮你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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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九。好。你柯四海哦。帮你九，帮我留。好，现在请质询，请开始。好，我想问关宏文，你刚刚你们那队说损友是退步，益友是进步。那我们看了哆啦 A 梦十几年，你们真的觉得大雄都在退步吗？其实啊，在火影忍者鸣人都当上火影了，但是大雄这十几年来到底有什么进步？考试一样零分，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进步。他的进步，您方可以告诉大家。好，我方只要告诉你说，他做了这些事情，如果在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的话，大雄他妈妈早就赔了大概360万给国家了。所以我实在看不出来哆啦 A 梦对大雄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帮助了。那是大雄的缺点啊，不是哆啦 A 梦造成的。哆啦 A 梦也是很努力在帮助他，不是吗？不是，他努力帮助，最后结果没有很好。但是他明明知道说他会拿这些这个他的道具去看胖虎的裸体啊，看静香的裸体，他依然还是借道具给他。所以这种助纣为虐的心情啊，跟心态，我们觉得在目的上面不好，在最后的结果跟动机手段上面也不好。等等，大雄在电影版里面拯救过无数次的世界，那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拯救过世界几次？您方小李在十年来的经验只告诉我一个故事，我方是用统计量化的数据，用大数据告诉你说，科学化的检测方法叫做300多件来看静香的裸体，或者是在还有一次毁坏的蓝宝坚尼，甚至是20几次，要207次。可是你不能否认大雄在这些道具使用的错误中学习到成长，对吧？不是，那你的让错误让大雄学习，他才五年级，你的错误让大雄学习是让地球要可能灭亡的风险。我方实在很难理解，但是他拯救过地球无数次，你不能否认啊。不是他拯救几次嘛？207次啊。对啊，我们这样讲一件事情啦，坏人这一辈子都有可能做好事，损友这一辈子也可能会帮这个朋友做几件事情，但你不能说他做了一次两次来告诉我说，哎，几个故事就代表说，哎，他就是益友吧。可是好友也有可能不小心看到对方的一些缺点啊，或者是害到对方。你刚才讲的是好朋友，我方不否认一件事情，叫做好朋友他可以是损友，可以是益友。对，但是不代表说宁邦今天告诉大家说益友他帮助他就叫做益友，他帮助他也有可能是帮助他做坏事嘛。那为什么他如果觉得他是损友的话，为什么在哆啦 A 梦坏掉的时候大雄还要奋不顾身的去救他？
因为他是损友，我觉得对他而言，对大雄而言，如果有这样一个朋友，他可以提供我当做一个捷径，甚至是他可以帮助我做很多这个我平常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那是表面上面的感受啊，如果内心他真的没有很重视他的话，他绝对不会奋不顾身还跳进海里面。大雄不会游泳，然后去救他。猪朋狗友，或者是这个我们在意气相挺的时候，那损友之间彼此之间互相帮忙也是可以。你刚才讲的说互相啊、不会互相帮忙，那叫做敌人，不叫做损友嘛。嗯，没错，有见过吗？没有，没有，我在思考，我在思考。我觉得我加入没关系，不是可以让你思考，没有，没有要加入，结束了，没有要加入好吗？我只是觉得益友的定义并不能跟损友之间表面上的那个感觉去做定义。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损友的话，你真的内心是不会想要奋不顾身去救他，即使你再笨再怎么不会做事。不是我们老师或是家长觉得今天这个小孩子，然后他交了一个朋友之后，会认为说他是损友，不就是说，哎、大雄今天为了哆啦 A 梦奋不顾身的去救，那你不能够排除说大雄今天去救的目的是他想要再多看几次静香的裸体嘛？哎、不，他每次看静香裸体都是不小心的，他也没有故意嘛？不是不小心，他每次都在走任意门的时候都在犯那个侵入住宅罪，那。对你云芳而言来讲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量化出来，如果到少年法庭的话，然后如果大雄满十四岁的话，他可能要服800年的刑期才可以服满。对，你看每一次哆啦 A 梦救他都是冒着时间法去犯法救大雄，哎，难道说这是益友损友会想做的事情吗？不是，损友他依然会帮助他。您刚才讲的是敌人，好，没错。停。现在帮忙好痛苦啊！我如获真章啊！我很诚恳，稳住了。你很诚恳，刚才冒冷汗。没有，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诚恳、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蛮恭维啊，蛮真心。不吵架，不吵架。好的，好的，对对对，他们现在一直想要在这个情况之下拉回网友的一个。对，就是说，哎，没错，我们哦很 OK 哦，完全没有问题。对 ，Echo 问说正方，身为大雄的父母，如果你的大雄一直。就是你真的家里有个哆啦 A 梦，有这样子的朋友，然后他这样一直帮着大雄，你们不会为大雄的这样行为偏差而担心吗？感觉会。然后以及还有苏红问说，那么如果真的，苏红要问反方说，这个如果有没有哆啦 A 梦的话，大雄会在这样子一个被霸凌的环境之下安稳的成长吗？对。嗯哼。但是中间我这边要问一个我们的网友杜欣妮小姐，她说，请问。诚实是5年级必备的吗？诚实是从1年级就要必备的，好吗？对，还没上学就该必备了。就是你应该小孩子，我们人当然会因为做了坏事想要说一些话，对，逃避。但是你应该是要诚实的，好吗 ？You must。好。好多话想说。来，现在就是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反方来质询了。好，那我们正方来。哎，先请少卿哥。好。哎，哦，形状很特别啊。哦，形状哦，形状特别啊。那个真的不知道是谁的。耳是我们的。好的，哎呀，果然是达尔啊，这边是左丹农，又是你。你的奖金自己赚哦。奖的差不多了。对。没事，他的奖金。看板招没了，还有什么？出拳了，师傅。好。我的板子呢？达尔，你跟小李一样也是哆啦 A 梦的爱好者吗？我是爱好者，只是没有研究那个集数跟每一集哪一集道具到这么深。可是就根本的结构跟整个哆啦 A 梦要告诉我们的教育意义来说是没有误区的。你们说他们是损友，就是一个完全的偏差，造这个社会风气的变相造就的偏差值。开始，其实他的作者的这个藤子 F 不二雄根本不是打算做这样。好了，好，没有，我刚刚是问他，但是我在开始之前，我要问说，你除了教育立场，你还有别的招数吗？当然有啊。好的，来，反方质询，请开始。我先回答那个网友哦。我还有刚一个网友的问题，我个人先回答一下啦。他有哆啦 A 梦，还不是被霸凌到现在，讲得好像他没有哆啦 A 梦就不会被霸凌一样，对不对？ Oh, okay, 好的。Okay. 小夫还不常弄他，对不对？好，来弄他，怎么要你弄？好了，认真。来，这个是。哆啦 A 对，小叮当里面呢，它其实道具非常多种嘛，是吧？没错。那请问啊，它有一集出到了秘密文件删除器，他就把小夫的100分考卷给删掉了，是。然后这时候小夫被他妈妈骂了，这是哆啦 A 梦提出来给大雄的哦，是。他只告诉他
说哦，因为你被欺负，所以你要这样做。是，有一集叫《时间暂停器》，是，他突然这样暂停住之后，不要笑。不愧是日本，对。我认真，我认真。他暂停完之后，他就是这样去弄他自己的妈妈。哎，是。还甚至还有手榴弹配合说谎仪，是。然后还有炸毁灭地球的炸弹，是。这一切都跟一个地下工厂一样。你还认为说这个哆啦 A 梦带着大雄去给他这些东西，他是一个损友还是益友呢？你觉得？您方认不认同刀除了？先回答我是损友还是益友？当然100%是益友。哦，所以给他炸弹都是益友喽。OK， 就像是有人。我把刀给你，如果你去杀人，你就是个坏人。你把刀拿去做菜，服务大家，给大家温饱，你就是个好人。道具跟物品并没有好坏，是使用者的问题。也就是，如果大雄拿着道具造成世界有问题的话，就是大雄本人的问题，而不是哆啦 A 梦的关系造成。OK， 显然你看哆啦 A 梦看得不够多。你永远都没有了解到哆啦 A 梦为什么会提供道具，因为大雄十次有九次半都是哭哭啼啼回来说哆啦 A 梦，是是不是？他需要被帮助，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根本他只是觉得我要被帮忙，我被欺负了，所以我要这样做。所以你认为这样子他跟你刚刚所说的是有一样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我们要谈一件事情叫结果论哦，就是如果今天大雄拿到这个道具，他使用完毕之后，不管他造成什么样的错误影响，重点是这个人最后学习到了什么。如果他得到是正向的观念，比方说我们很多集都看到哆啦 A 梦最后大雄在结尾的时候可能是哭哭啼他上了一课，或者是他突然良心发现，就像刚刚小李在申论的时候讲到的，他发现了其实应该回归自己。无论如何，大雄使用道具之后得到了一个正向的理解跟正向的学习帮助，那个学习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呢是哆啦 A 梦就结果论来说其实是帮助大雄做成长，而过程无论如何，那是大雄的选择，不是他们的关系。对于你来说，你认为大雄成长，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它叫做，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哆啦 A 梦其实应该要真正发挥益友的角色、角色。这件事情的任务是什么？是要带着大雄去，而不是永远都让他学会以暴制暴。他给他很多的武攻级的武器，让他报仇回去。你觉得这是一个身为五年级应该要学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你认为说他这样子以暴制暴也很合理，也 OK？OK， 我们就一段关系来讲，我们不管哆啦 A 梦几岁，我们要定义一段是朋友关系，你不能去针对说，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哆啦 A 梦他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来说，本质上，他如果你说，比方说空气炮或休克枪这种致命型的武器，那给大雄拿来用，给大雄拿来用，如果大雄造就了一个什么样，比方说他今天杀人了吗？他没杀人，或是他今天有犯到什么样的罪吗？或者是你没有看到这么一头拉骨吗？不是刚算给你。OK， 那我想请问一下，哪一个朋友关系？比方说我们一起，我跟我的朋友决定说，哦，我们去做一件事情，过程中有因为有人可能有误解，或者是有人造就了一些什么伤害，你就要定义他们做的事情是坏事，所以他们就是、欸、不是你搞错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是身为一个益友教导自己的朋友也可以做的方式吗？OK， 如果认为是对的，那是益友的工作，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以暴制暴，对于一个现在不管我觉得您方对于哆啦 A 梦借大雄道具定义叫以暴制暴是偏差的，他是不是大部分都以暴制暴？他借了这么多次，他捉弄爸爸，捉弄老师，捉弄爸爸，捉弄妈妈，捉弄地上。我们说捉弄的关系不叫以暴制暴，我们举例嘛，老师跟妈妈时间暂停器来说，他要按下时间暂停器，把小夫转向墙壁，按回去让他撞下去。Okay.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方式，他认为这是以暴制暴。胖虎打他，他又出了一个叫做打人就可以理解。Okay, 那是大雄对于道具的选择，而不是哆啦 A 梦给他的道具的用意的真谛。正确的方式不是吗？怎么会给他这种以暴制暴的观念呢？好，哦，这一段我们的质询跟很有质量哎。对，而且是真的是这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但是这边也相当的熟悉哆啦 A 梦，没错，所以这段就非常精彩。对，那我们当然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一段针锋相对之下呢，他们等一下的百分比是如何呢？对，所以赶快，请你赶快现在留言分享，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也在脸书上面分享。没错，分享只要留言，我想问，然后只要在 YouTube 上开启小铃铛订阅，那是在我们脸书也是订阅、按赞、分享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要抽出的5000元好礼。好的，谢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到了这个阶段。所两边的比例是多少？这个觉得哆啦 A 梦是益友的正方，目前比例是来到了43%。哎呀，这是一致的。觉得损友的是要不要误区？57%。但
是我跟你讲，但是我跟你讲，真的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就像这几天你们为什么去 Seven Eleven 可以吃那么便宜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人反过来，对对对，反过来，立刻一比三啊，对，一比三获胜了，没错，所以很难讲，待会可搞不好又再返回来，真的，我们要看最后的结果。是的，你看看大雄做了什么事情？大雄哦，在哆啦 A 梦帮助底下去捉弄了妈妈332次，看到静香裸体627次。我去查过社委法，如果大雄是台湾的小学5年级的学生，他早就应该要会被关至少68年以下的徒刑。对，辛苦啊！那时候，什么风险？哎，这时候你还说他是义勇？你对得起台湾社会吗？你对得起台湾社会吗？重点是他不止偷看静香裸体哦，他还偷妈妈的钱呢。你知道哆啦 A 梦发明了什么道具？因为大雄他很想要买漫画，他发现那个漫画好好看，可是他没钱买，怎么办？哆啦 A 梦给了他一个厉害的道具，叫做恶魔护照。恶魔护照就可以洗脑任何人。今天呢，他拿了恶魔护照去偷钱，结果妈妈反过头来说：“大雄你好棒啊！”这就是哆啦 A 梦做出的事情。不然你以为一个小学5年级的学生为什么可以偷妈妈的钱？偷了至少12次，哎，还毁坏蓝宝坚尼一次，让地球灭亡207次。